远东泡泡冰，到了到了。噔噔，哎，它的店很新哎，而且对，它有重新翻修，温馨的感觉。对啊。可是我听说，你好，你好，老板。嘿、hey, ，老板娘你好、哦，是传说中的第三代吗？第三代是我，第三代哦，1955到现在，1955到现在，对，是七岁啊，差不多啊，69，那为什么店面的装潢这么新？哦，我们以前是路边摊，以前在中山路远东戏院那边、哦，所以才叫远东泡泡。对，那一带现在卖水煎包的、卖鹅啊等等都叫远东。哦，那么以前最早的是在另外一头卖。对对对，因为那边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被政府拆掉，是，所以我们就搬过来这边。那像你现在看到的鹅啊蒸那些都还在那边，都还在那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一整排的。我刚看到一个很奇怪，它泡泡冰可以宅配到什么？我们跟那个黑猫冷冻物流配合。哦，我刚刚发现，因为很多人会喜欢这个鸡蛋牛奶，鸡蛋牛奶，对，然后它还有竟然有草莓跟芒果跟葡萄，葡萄是我们去年研发的新口味，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水果。真的假的？你知道我们通常去买泡泡冰都是用果酱，我们全台湾我们第一间也是唯一一间。哎，我们可以看你做吗？你可以帮我们做一杯吗？可以让我们尝试用手工制作看。我们大概，我们一杯冰的话，我们就会用一颗的蛋黄，一颗的蛋哦，蛋黄，蛋黄，我们只用蛋黄，只用蛋黄，然后还有炼乳，对，哦，炼乳，这么多。但我现在用的也不是炼乳，我是让你们吃传统的味道，哦，传统的味道，最古早味的感觉，对。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纽西兰进口的牛奶。哎，我发现你们用料很实在，你看后面有个黑板。这个黑板上面就有你们所有的水果啊，是苗栗的大湖草莓啊，埔里的百香果，然后花生用台南的啊之类的，大树凤梨就全部都是产地直送的感觉。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好。好。OK。好。在一起。但是这个机器不就是搓冰机吗？它跟一般的。它的冰很细。哦。你搓冰的冰会比较粗。是为什么？是刀片，是刀片不一样的关系吗？对对对，你的碗要转哦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速度要够快嘛，把它融合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速度要够快，手速，好，手速，手速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换我，好。哦，这个是以前就是大家传统的做法，可以调慢一点，可以啊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还是你可以看正常速度，可以看老板娘来，看老板娘正常速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一个客人的问题，可是一个客人点一碗要做这么久，也是蛮辛苦的。差不多，因为它现在就是它变成已经是固态的之后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把它搅在一起，对，就把冰跟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做法，传统的做法。对，就是把所有的冰跟原料都拌在一起。对，哇，而且它那颜色现在看起来好漂亮哦。对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这里有小糖匙，所以这样就已经 OK 了，不用再调味了。已经调了，它有炼乳跟就炼乳吗？对，这个是鸡蛋牛奶，就是用比例用多。嗯哼 ，OK， 对，我鸡蛋牛奶。老板娘要吃吗？老板娘你要吃吗？试一下。那你可以试试看，我们现在浓度大概是它的三倍，我们可以比较看看这两种。好啊，好啊，太棒了，谢谢老板娘。哦，好喝哦。他要把你抢走。我觉得这传统是很好吃哎。不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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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吃。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哎，因为它的浓度太淡了，所以他说等下的更好吃，没关系，我们让他拿更好吃的来。那我先放。真的哦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先放我手上，我可以慢慢吃。哎，这个。对啊，这就很好吃哎。这个就是店里卖的。对对，我们要来试试看两个的口味，而且你刚刚真的超爱这一碗。我觉得这碗，这碗就很好吃哎。但是老板娘说这个的口味比这个的还要浓郁三倍。三倍。啊哈，来试试看。完全不一样。好浓哦，它的炼乳味更明显。对，吃完这个之后发现这个真的不好吃。你不觉得香味更？你不觉得这个吃起来有种空气感吗？我觉得。泡泡冰这名字应该很适合它，因为它越吃起来有种梦幻的感觉，像云朵一样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还点了一个葡萄，葡萄口味，有葡萄的皮耶。啊。哦。这根本在吃葡萄吧？对。这根本是葡萄本人结成冻，把它打成冰沙，就是这个吧？差不多意思。
那试试看他们家的招牌吗？花生花豆，好。我觉得这根本是，这根本是花生果酱哎，这个好好吃，嗯，好好吃哦，你知道早上最幸福的时刻吗？就是在你在裹花生酱的时候，然后剩下的那个在汤匙上面的花生酱，一口就把它这样子，嗯，你在拍写真吗？没有啦，不是写真，拍写真会有这样的画面。然后它的芒果很像你在吃芒果，然后它有芒果的粘性跟一点点纤维。那吃这个芒果，我有画面，有，就是那个芒果剥好皮之后，然后把它整个拿去冷冻，然后在它还没有整个冻起来的时候，对，你把它拿出来咬。就是这种，就是这样，对，这就跟吃榴莲一样。哎，怎么办到的啊？好强哦！而且它这个冰的绵度啊，就很像我们去滑雪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那个雪刚下的时候，初雪的时候，然后那种细细绵绵的感觉，有有有，很像刚踩在雪地那样子。有，但然后挖起来很疗愈哎，好幸福哦！因为难得我难得来一趟基隆，所以很多口味都想要试试。把它吃好吃满。对。你在干嘛？我们已经录完了，真的吗？最爱已经把它吃了一半，最爱芒果，好上去。我们要去的那个店家就是一定会经过基隆的，然后它其实就在码头旁边，码头旁边是我们要去吃的是那个咖喱牛肉，汕头咖喱炒牛肉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那一整排出来都是在全部都在卖咖喱牛肉，但我自己觉得特别喜欢就是蛋的那个。你是都吃过吗？哦，全部都吃过。那一整排都吃过。对啊。老板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嗨。好久不见。今天我在跟带他们来，然后跟他们说我妈妈没事。打扰。打扰，打扰，打扰。哇，狼姐家更衰呢。哦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菜单，他们菜单也很简单。哦，大部分都是炒咖喱。那偏菜平常都怎么点餐？炒牛肉，牛肉必点，然后炒三鲜也必点，然后这个是干透脆，超好吃。然后虾仁炒蛋，我跟你讲，他虾仁炒蛋超强，超强。一般的虾仁大概就是小拇指大小，然后它是大概两只手指的大小，超肥。鹅阿寿，他鹅阿寿也是厉害，然后这个中卷也厉害，然后他鲜鱼汤，然后还有那个鲜蚵汤也非常好喝。还有那个，你刚不是说想点清面？清面，对，内行这样吃哦，清面的。清面，对对对，其实加白饭也很厉害哦。好，点一碗白饭 ，OK。这个是天菜菜单。现在是不是觉得每一道都长一样？我现在上面有三个问号，我想说，是不是？你刚刚在菜单上画了这么多，但送上来怎么都一样？对，虽然他们全部都是炒咖喱，但是仔细看哦，他们的食材都是不一样。我知道这个是牛肉，这个芥蓝菜是一样的。对，这个是牛肉，咖喱炒牛肉，咖喱牛肉，对牛肉。然后这个是炒干透葱，干透葱，干透葱。哦，然后这个三鲜我知道，对，这个是三鲜。好，那我想先吃一下招牌，试试看牛肉。而且老板呢，他其实他在煮这个咖喱炒牛肉的时候，因为如果只有咖喱的话会很干，他的酱汁他是用那个清炖的牛高汤拿去当这个的酱汁的基底。我刚刚其实有偷偷看他们在做，他们的粉，他们勾芡是直接加粉啊，然后把咖喱啊，然后把所有的配料全部都倒进锅子里面，这样子煮。哎，在地人可能就是这个其实菜很容易吃完，但是会剩下很多的酱汁。对，所以我之前有时候比如说。我点三盘嘛，三盘的酱汁，你就把酱汁打包回去，然后隔天可能就是微波一下，然后把饭丢进去，就是一个咖喱饭。哇，所以我这样吃法是对的吗？你可以教我一下，你会怎么吃吗？加一点面，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再用汤匙。用汤匙把它的酱汁拌进来。你可以先捞一点料。然后最后面一定要淋上它的酱汁。一定要淋酱汁，好。它的酱汁真的是超浓郁、超好吃、超香的。好，这样，然后把它拌一拌。啊哈，你不觉得光这个酱汁就可以吃十碗饭？这看起来就超好吃。超好吃。所以如果我点菜单上的牛肉面，就是他们先帮你拌好的，然后送上来。牛肉面就是长这样。怎么样？它是像乌龙面，对不对？很搭。因为它用那个乌龙面的话，好像是那种酱汁是包覆在面条的外面，就有点像那种日式三。
面的感觉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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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还试试看它这个虾仁炒蛋。终于快就炒好了，它那个虾仁是不是不得了，跟一般的虾仁炒蛋完全不一样。哦，虾仁虾是这么大，跟眼睛一样大。你再比一次，你刚刚。对啊，差不多了，卷起来，差不多。一样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，我是每一次都一样。哦。嗯。Q Q 弹弹的吗？它是一咬啊，不然的话把你牙齿弹开哦，是不是很新鲜？二楼跟外包。它连蛋都好好吃哦。蒜也很香。很香。要不要来先吃一下它的鹅？好啊。我喂你吗？好好喂。好大哦。我要再低汁，你看。好。哎，这么浪漫的画面，好换你喂我，换你喂我。好，好无糖。好。 我觉得它的表皮炸的，就是刚刚好，然后里面很像就是鹅啊汤里面的那种，对，它的皮不会很厚。对，啊，我们汤来了。你看，基隆人就是气派。哇，这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不是做节目效果哦，我们基隆人来都是长这样。 因为正常来说，那个什么，蛤蜊汤应该就是一个大碗公仔这样子。我们是直接来一个大铁锅，哎，你看那蛤蜊好饱满哦。哇，很新鲜。我觉得主要食材都够新鲜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我们的鱼来了。哎，整尾鱼，哎，这基隆人的豪迈。 人家都是愉快，我们是给整条鱼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而且来这边点鱼汤的每个客人都是长这样哦，都是他不是只有我们来长这样。